来看台南新华的山卡吊藤宫哦，保存传统的拍面宋江阵。第一跳宋江阵的时候，拢爱开面穿喜纱、穿草鞋，是真特别。庙方嘛真拍拼的团形，咱这回来看麦。台南新华的山卡吊藤宫，到今已经有超过300档的历史。在这里也保留特别的拍面宋江阵，遵照古礼穿喜纱、草鞋，也佮有开面来跳宋江阵。山脚的宋江阵，会使讲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包括这个穿草鞋，咱都唔敢甲改，会使讲呢保持这个原汁佮原味。不过也因为当地人口减少，要造就要找人来跳宋江阵，这经费佮人力是愈来愈歹找。庙方打拼咧招募大家来参与，大人囡仔隆重出动来跳宋江，上细汉的囡仔五岁。这些部落吼，啊，咱过去吼要来这个集这个宋江阵吼，离这个十二年前，我就感觉讲这个相当有这个难度，嘛有可能性吼，阮的妈祖无这个神威显现，我这个宋江人员、宋江队，会使讲非常顺遂。安尼甲考起来安尼，庙方烦恼这项传统舞阵会安尼慢慢啊消失去，所以也向台南市府文化局申请将因的拍面宋江阵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会当来保存传统的舞阵，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